邓伦拉着镜头不撒手，对脸时他的酒杯鼻太强劲，堪比整容模板。极限挑战正式开播了，这一期主要就是男团出道的环节，还邀请了杨超越和周震南作为教练，而邓伦更是在节目中和郭京飞、雷佳音组成了一个组合，画面看上去很是温馨，而且唱歌也经常会在台面上耍帅，并且为了遮挡镜头，邓伦更是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，一直拉着摄像机都不撒手。在这样的镜头中，我们明显可以发现，虽然邓伦没有任何妆容的修饰，可是皮肤状态看起来还是非常好的，满满的胶原蛋白，该胖的地方胖，该瘦的地方瘦，尤其是他的鼻子更像是一个倒着放的酒杯，所以大家都称之为酒杯鼻，整个状态看上去非常的好。而且在这样的对脸镜头中，也是凭借着这样的鼻子完美的抗住了这样的刁钻镜头，甚至有很多人都觉得邓伦这样的鼻子真的是堪比整容模板。